阿叔啊，你好，阿叔，你哋整嘅呢度好靓喎。我话你整到呢度好靓。哦，好靓啊。系啊。你要睇噶？我系过来撬重鬼温镜，但系撬重温唔温镜，我有嘲讽噶啦，留一日。呢度几整噶嘛？呢个好靓嘅。我家爸攞个蒸镜喎。佢嗰啲系佢要囤嘅人啊嘛，梗系啦。哦，佢使佢收一囤好少银子咯，系咯。佢出嚟矮字咯，呢个好靓几精啊！佢啲嘅细外好运个，系啊。咩啊？缩腰靓几啊？系咯，六吉嘅又佢靓啊，唔六吉嘅应该嗨嘛。云飘飘，飘涌起几许心盼望，望故向转气象。情深深，就算一生惊恶风恶浪，但永不轻沾一分树霜。树更高，山更青，这份情无限长，一片乐土寄心上。路更弯，海更深，故地浓情都一样，月光清把这心笑照亮。河弯弯，弯卷起几许心寄望，望你心不变样。人不休的信息跌宕，但爱不轻沾一分树霜。梦再醒，心再伤，这份情从未凉，欢笑泪影落心上。地再广，风再响，故地浓情都一样，地中的根与我的心接壤。云飘飘，飘涌起几许新盼望，望故向转气象。情深深，就算一生惊恶风恶浪，但永不轻沾一分树霜。树更高，山更青，这份情无限长，一片乐土心上。路更弯，海更深，故地浓情都一样，月光清辉，把这心笑照亮。大家好，我今日去拍摄视频的地方是这个台山市白沙镇涌畔乡下面的一条村叫做桥涌村，本地人叫桥头涌。咁呢条村以前呢属于个三八镇，而家呢就係属于白沙镇。我哋要睇下桥涌村佢详细嘅地理位置喺边度。呢度呢就台山，呢度就三八，呢度呢就荣兴村。咁呢个桥涌村呢就喺呢条水嘅呢个涌呢个尖嘴呢度，啱好冲住呢条村。可能是这样叫桥涌村。这个荣兴村对面这边就叫做桥涌村。桥涌这条村距离台山台城大概就有14公里那么远。下面我们去看看在这里拍摄的视频。大家好，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台山市三八镇白沙镇现在。石龙头管区下面的一条村就叫做桥涌村。咁咧，佢呢个乡里咧，佢就记得咧，佢哋细个嗰阵时咧，呢个地方叫做桥头涌。呢度咧啲村咧比较细啊，喺呢个边嘅山边呢度，呢度入去咧就朝凤啊，朝凤村呢度咧就桥涌村啊。嗱，呢个村咧估计都冇乜人居住啦，但系有人喺度种田啊，呢啲秧，呢啲果树，呢度呢啲
啊，呢啲系唔知系咩姜啦，啊，到处而家咧都开花啦，呢啲姜，啊，呢种又一种姜，开红色花噶噃，应该系一种药啊。啊，呢只麦鸠丝黄姜还是乜呢？啊，呢种。呢种咧就系鸡骨草啊，鸡骨草又系一种药嚟嘅，佢啲叶咧可以冲茶，好好饮嘅，清凉清凉。嗱，从呢个杭北视频可以睇到咧，呢个桥涌村咧好多村屋咧都系荒废咗，冇人住。嗱，呢啲又系冧咗噶啦。嗱，呢度上面有个门牌，写住咧就系、是。而家先属于呢个涌盘管居，涌盘管区桥涌村，睇下个门牌，嗱呢啲屋都冇人住啦，已经。涌盘大队桥涌村5-1号。啊！呢条村咧就唔系好大条嘅，得几间屋嘅啫。啊！呢度仲有个泰山石锦当，诶，呢啲旧时嘅打和机啊，呢啲泥砖屋都冧咗，打和机啊，养鸡嘅鸡笼啊。仲有两个谷缸，冇几间屋，但系都冇人住啦。前面呢度系一片田，嗱，就系咁多间屋啦。但呢个乡里呢，佢已经离开呢条村70多年。啊，桥涌村冇人住喎，呢度。诶，生草草高过人，呢啲路。啊！一条巷得两间屋嘅啫，啊！呢啲屋都冧咗啦，啊！呢啲窗砖古宅，啊！有人保管，但系冇人住，啊！呢间都烂晒，冧咗啦，入边已经冧咗啦。唉，好个人问下都冇，睇嚟都系唔知边一间屋系佢哋咧，佢应该认到。一共先系几间屋，佢离开咗呢条村成70-80年。嗱，你睇下都冇人住呢度，啊个水井喺下边，食水井喺呢度，狗狗都有人嚟嘅喎。嗱，呢度有条路行上嚟啊。呢度仲有两间窗砖屋喎，啊呢间咧就入边都啲行都烂晒啦，啊呢度上面仲有一间，哇森林啊，啊呢个冧晒啦，呢间啊冧到唔似样啊，吓连个窗都剩翻个窗喺度。冇路行啊！呢啲屋，你睇下几耐冇人，残门锈锁，久不开。灰砖小径覆干塘，无名枯草侵满园，一股辛酸入喉来。真系，唉！几十年光景，眼睇啲屋顶都生晒草，
一共才是这么多间屋，估计呢他应该呢就都认得是哪一间是他们的。后面还有两间昌砖宅，在这条巷上去都是昌砖旧屋，他们一个家族都早期移居了去香港，他就在这条村出世，但是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这些屋全部都烂晒，这些以前都是昌砖宅来的，冧了之后呢现在呢就荒废晒了。人家种着啲吉树在入边，上面那间昌砖宅都冧埋，好久没人回来了。可能我怀疑呢是这一间屋有人住，除了这一间屋呢其他都没人住了，就是这一间屋有人住。因为我见到它的门口是开着大门，还有呢就是它应该有人经常回来的，因为这里种着有些果树，又种着有些蔬菜，这里有些枇杷树啊、黄皮树啊。这棵呢就是叫做南洋插啊，插罗汉松啊。这里还有些甘蔗，所以呢这里还有些豆角，应该呢经常会有人回来这里。这里还有棵大树菠萝，这条村就这么大，但呢就见不到这条村的村民，所以呢没办法了。只能够俾你睇到你哋村而家嘅面目就係咁样，呢啲屋全部冧晒。我哋过去朝凤嗰边睇下，朝凤村嗰边。而家呢我过嚟呢条村呢就喺呢个桥涌村啊，隔篱呢度呢唔远呢就有一条村叫朝凤村。嗱，呢个朝凤村呢度呢前面呢，哎，从这个路口一直咁入嚟，全部都是养鹅啊、养鸭的。嗱，呢度有鸭场。咁呢个朝凤村呢度咧就世外一个世外桃源啊！咁睇下呢度整到几靓啊，种晒呢啲花花草草。啊，呢度有个人喺呢度咧就种住，整得好靓啊！家事利利家园利大家，喺呢个世外桃源村庄。阿叔啊，你好啊，叔，你哋整嘅呢度好靓喎。我话你整到呢度好靓。系啊。我过来桥重鬼温嘅，但系桥重温唔温嘅。我有嘲讽我啦，老呀，你度几精噶嘛？呢个好靓嘅，我家爸咯，佢精惊喎，佢嗰啲系佢要团嘅人啊嘛。梗系啦。哦，佢使佢生一团好少银字咯。系咯。佢出嚟矮字咯。呢个好靓几精啊！佢啲嘅世外好运我。系啊。咩？叔叫好靓几啊？哎呦，六个月过靓啊，不六个月应该嗨嘛。哇，那矮锅喔。我发半个月又要吃了，那嗨。那柠檬嘛，那矮锅呀。靓人头。啊，这是靓的冰中的，我看见鬼杀菌的柠檬。菌都要填了矮锅的喔，我要买个柠檬喔。柠檬不露。柠檬不露。啊，叔回好神奇。翻嚟见下佢，可能佢要断人嘅屋鬼字啊，一个英文嘅字吓，系 啊真系好心机啊你。未到你识唔识乔重佢杀得人呢？乔重佢我啲要嘅朋友嘅龟裂位佢要断睇十几年咯。佢两份嘅杯啊，佢阿姨嘅见下佢病得人噶，呢度佢间屋我买。叫喊到叫后重啊！系咯，佢日鬼喊到嘲讽啊！系，阿叔嘅屋企唔见，整得好靓啊！
啊，龙眼时都好娇嫩晒嘅应该咯。要光唔咸？要光唔咸啊？好捞应该龙眼见得皮个。系好捞。吓、啊，入嗰啲团、猎团可能都要上百年噶咯。系、哎。吓、啊嗯。要上百年，你系咪又升钱啊？系、哎，升钱嘅。啊，剧领嘅，剧又重又升钱。哦，真系好心机。佢冇用啊嘛，你系啊，佢冇用眼闲都冇。嚟拜嘅咩都嘛，嚟拜咯，嚟拜。过嚟帮烧碗嘅，佢乡下，佢话要银老钳，佢条团都冇银字，冇屈机碗。咩团啊？叫后重噶嘛。你后面咪叫后重。佢另外佢条团上踢十年咯，佢拎嚟个碗又系佢要银，呢度佢间屋按奶，佢条团都冇银字咯。佢都冇得听人笑话啊！佢呢条名嘛。佢上架都移民啊，佢出咗国噶咯，佢嗰个前国初呢？前国初？诶，林丹木。诶，若前国初，你可能你都要上 test 咪对嘅人咯。你外国系外国附近，可能你都识阿若呢人，佢嗱阿父母阿伯阿人呢咯。要几封人呀？要两封人呀？零三百？冇嘅，有几字？要。要？诶，要嗰度捞你咯。哦。佢个八卦前明准咯，佢白佢呢前都染，前应伟，前明会佢呢段话佢呢缩阿白佢，不过佢呢好多睇十年睇已经出大眼眶咯，佢呢都睇十几岁咯。哦，我年会随民间都要人啊，我又过嚟过七楼呀个。哦。啊，叔日整间屋啲靓咯，佢附近有个荷花池啊，荷花池，种我嚟啲菇啊、土啊，啊佢呢，喊到咩啊？三角梅，好靓，好好心机啊嗱。不过呢条朝凤村呢，佢哋都冇人住，呢度仲有个灶台。阿牙古啊，佢嘅道几靓啊！问你几只眼嘅河道日叻啲啊？你二两二一年八月二十八号蒸噶，咁啲道阿点都系叻嘅小店夫。你睇下朝凤村，啊朝凤村呢度咧都系同隔篱差唔多，不过佢呢度好过隔篱桥头涌。桥头涌咧就啊生晒草，呢度起码仲有几个人行下。呢啲昌村古宅嘅屋主人咧，估计全部都去出晒国，啊，去晒出边，睇几靓呢啲屋。点解叫桥头涌呢？可能我怀疑咧，就系因为佢嗰度有个有条水，你睇下嗰度有个水闸，白色嗰度咧就系个水闸嚟嘅，有一条水经过嗰度。所以叫橋頭涌，啊呢度同橋頭涌呢條村都差唔多，不過咧佢又呢度啲屋就好過嗰邊，啊冇咁多屋爛。誒睇下呢啲昌村宅入邊，仲有啲神台喺度啊！呢啲兩層高嘅昌村古宅，朝鳳同開平嗰、那個。朝凤的名字就一样了，你这里离那个朝凤不是很远，这棵好像是啲凤眼果，这里村头村尾他们都整得很漂亮，这些小小的村都是没人住了已经，你看这些门口多漂亮，整到这些门口花。啊！而家咧又翻去橋頭涌度睇下，問下嗰個屋入邊個人，睇下佢有冇人識得。係要冇銀紙喎 ，key 喊咩啊佢？阿詩嘛，你好，我係你幫我話橋裏佢要斷彎銀嘅 key。要人 OK， 我想换一下。你位置啊？前国初。要平吗？
想我就冇啦，你还用那年纪挨那日屯嘅，因为我喺日屯又冇用年纪，佢呢佢个全国初嘅都假读更名，你嗨一下，你嗨又去识唔？你去要挨年又见，啊个两都又见，啊你个爸啊什么啊，好样嘅，嗨佢要认识阿杰，系嚟间屋咁。佢依個家族嘅人都奧麗向康嘅歷史，佢使用咧會有美國嘅咯。啊！呢度橋涌村、橋涌村、橋頭涌，啊！呢、這個靚女咧就太年青啊，佢唔識得，冇辦法啦，只能夠咧就等佢啊！我俾咗啲信息佢，等佢問佢個屋企人啊。之后咧，佢再讲我知。嗱，而家我喺桥涌村呢度出嚟咧，左右两边咧，全部咧都系呢啲养鸡、养鹅、养鸭嘅水塘。啊，呢度咧就非常之适合养呢啲牲口。咁睇下呢条路，生草茫茫，两边都系山。啊，呢边咧就又一个场啦。啊嗱，养住好多呢啲鸭，可能系啲鸭啦，应该唔系啲鹅，仲好多呢啲白鹤啊。嗱，睇呢啲生態環境非常好嘅呢個地方。啊，呢啲白鶴周圍飛，嗰度啲鴨棚。啊，一路出去呢兩邊都係咁樣，一直出到呢個石龍頭嘅路口嗰度，沖盤嘅路口嗰度都係一樣。啊，今次咧嚟到呢個橋涌呢度拍攝咧，啊，咁咧基本冇辦法揾到我哋呢個鄉里嘅屋企。嗱啦。一共咧就系得嗰几间屋，我估计佢都认到系边一间。咁咧今次咧就喺度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